大家好，这里是糖果的秘密花园，今天来做红枣三色米茶。红蓝米一杯，黑米半杯，小米半杯，洗净沥干，入锅小火慢炒。这个要慢慢炒，把它炒透炒香，炒到米粒膨胀，听到啵啵啵的声音，香味扑鼻即可。红枣切开，化刀，让味道更容易出来。500cc 的杯子，加入两汤匙炒米。加入切好的红枣，冲热水，盖上杯盖，静置15分钟，淡雅清香的红枣三色米茶做好了，来一杯吧。你也可以搭配苹果丁或者凤梨丁，也非常好喝哦。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关于影片有任何要告诉版主的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快的回复。敬请按赞、订阅，给点鼓励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以接收最新的讯息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